哎呀，开门去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没来了，看看你。你脸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姐，快进来坐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风啊，把小姨子给吹过来了。妹妹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大姐。愣着干嘛呀？倒杯水去啊！一点眼泪就能没有？我这就去。姐，喝水。给我的。给他，给他。天天，你疼死我呀！天天，我衣服熨好没有？哦，我拿出来了，我还没熨呢。那你还等着干嘛呀？赶紧去熨啊！我晚上有课要穿的。我这就去。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先收拾。喂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还不赶紧做饭去啊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我马上就去。麻烦，孩子哭了，你不看看吗？姐，这女孩子家家的，早晚都要嫁人的。俗话说，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不用管那么多，哭一会就好了。喂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饭还没做好啊？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麻烦，真羡慕你，娶了我妹妹，勤俭持家，又聪明听话，不用你做家务，也不用你带孩子。我妹妹啊，命就没这么好了。她不仅养了个女儿，还养了个俊英。小姨子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。我说话难听吗？我妹妹在我家也是个宝贝，嫁给你她就是保姆，你这么做还是个人吗？你妹妹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吃过什么苦，自从你嫁给这个巩东西之后受尽了委屈。走，跟姐回家，以后啊姐养你。走。走什么走啊？她可是我花了3万块钱娶回来的，你说走就走啊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道理你不懂啊？嫁狗随狗，当初我妹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毅然决然的嫁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你竟然对她拳打脚踢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，你还跟她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门都不要回来。请你搞清楚好吗？这套房子是当初你和我妹妹结婚的时候，我送给我妹的，我现在郑重通知你，这套房子送给你了。并且我们再也不会来了。走妹。像风吹过8000里，有任何